壶。灰灰，灰灰，快来订阅吧！一起来玩大发现，和碰碰壶，和鲨鱼宝宝。快走吧，农场还有好多事情等着我们呢。哇，我今天不想工作，我只想和朋友们一起玩。我有个主意，一边工作一边玩大发现怎么样？那样的话，一边玩一边可以工作。这个主意不错，走吧。发现发现，你看到什么？你来猜猜，那会是什么？发现发现发现，你看到什么？我看到一个有着彩色羽毛的动物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猜一猜，猜一猜，猜一猜是什么？一只有着彩色羽毛的动物，一只鸭子？不不不，一种鸟。这次我们要发现哪一个动物？这次换我来。发现发现，你看到什么？你来猜猜，那会是什么？啊哈！发现发现发现，你看到什么？我看到一个动物，又黑又白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一只动物，有黑有白，那很简单，一定是熊猫。不不不不不不，再来猜一猜。不不不不不不，再来猜一猜。这个动物会给我们牛奶，这个动物叫起来哞哞哞。想再试试吗？奶牛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你答对了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你答对了。干得漂亮，碰碰壶。牛奶看上去超级好喝。我们尽快干完活来喝牛奶吧。好呀。我们还有最后一个任务了。还有一个。是的，这次轮到我了。发现发现，你看到什么？你来猜猜，那会是什么？发现发现发现，你看到什么？我看到一只粉色的动物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猜一猜，猜一猜，猜一猜是什么？一个粉色的动物。泡泡壶，你是粉色的，你是在说你自己吗？不不不不不，再来猜一猜。不不不不不不，再来猜一猜。这种动物喜欢迷离玩耍，这种动物叫起来哼哼哼。想再试试吗？是猪吗？对对对对对对，你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你答对了。哼哼，我们的工作做完了，我们很快就完成了工作，因为我们在玩大发现。耶！
在工作的时候也能那么开心。呜呼，啊，我好累呀，我要睡一小会儿。啊，我也要睡一会儿，工作完成了，休息一下吧。我和动物朋友们玩得真开心，我们下次再玩吧。再见。嗨，朋友们，快来碰碰狐 Plus 畅玩各种趣味游戏吧，立即免费体验。